对对对，就是这里，使点劲儿。二十七，以后跟着我混，好好听我的话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本长老带你吃香的喝辣的，都不在话下。不跟着你，我也能吃香的喝辣的。刘长老说的没错。怎么回事？不好，茶殿那边出事了。 什么人啊！你们是何人，竟敢擅闯我天青宗！让那陆明出来，你没有资格与我说话。啊！竟然是谁？好强的实力！唐秋白，陆掌门，许久不见了。此女就是陆云儿，还真是如传闻一般，长得国色天香。若是天青宗答应了，也是一件好事。 唐掌门，你怕是来者不善吧？我此次来乃是为了喜事而来，怎么会来者不善呢？有话就直说，不必拐弯抹角。我儿闻风心中一直仰慕天青宗陆长老，念念不忘。唐某此次来是将天青宗陆长老提亲的。唐某风想娶陆长老啊？这和门真是狼子野心，绝对不行！没错，若是同意的话，岂不是将陆长老送入虎口？ 此事非同小可，我还要思忱思忱，再给唐掌门答复。思忱片刻，陆掌门尽管思考，我们在这等就是了。这似乎有些不妥吧？这有什么不妥？唐某等得起，只要陆长老一个答复，希望陆长老不要让唐某失望才是。看来今日这唐秋白是不会轻易罢休的。小女无德无能。 怕是高攀不上唐少宗主。哦，看来陆掌门是看不起我玉和门了。唐宗主言重了，此事本就是你情我愿，何来看不起一说？好你个陆老头，那你就是看不上我二文峰了。唐宗主如此说，就是胡搅蛮缠了。这唐秋白看来今日就是故意来闹事的。废话少说，陆明，我今天倒要看一看。 你凭什么看不起我二文峰？退后！这唐秋白乃是第三境的高手。哪里走？爹！宗主，唐秋白的实力又精进了许多。宗主，我没事。看来唐宗主今日是有预谋而来。预谋？ 我完全不知道你说的什么，看不起我玉和门的，一律该诛。玉和无量，好强！这是玉和门灵机终结法诀，太可怕了！宗主。 给我上！给我全力搜寻那个叫安静的弟子。是。投降者不杀。放屁！我就算是自绝，也不会向你们玉和门之人投降。天青宗的弟子，绝没有怪罪圣的懦夫。屁！ 现在呢？老娘不投降！好，很好，就别想活！不要！刘长老，谁？ 这是你是什么人？一个不重要的人，你们走吧，我不想造太多杀孽。这人难道疯了不成？没想到这玉衡河一带
还有比我们更嚣张、更张狂的？啊！你小子不想活了吗？